一首大家都熟悉的旋律回荡在大厅，为了要给妈妈们满满的幸福感，新北市淡水地震事务所日前邀请到了淡水代表性的歌手李炳辉老师，来到了市民联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进行歌曲的演唱，要给在场的地震事务所员工的妈妈一个温馨的母亲节。好，我们淡水地震事务所这一次母亲节的活动是温馨五月天唱歌我妈妈听这个活动，那有别于我们以往可能单纯只是把康乃馨献给同仁，然后带回去给妈妈。那这次我们请了淡水在地的代表性的歌手李炳辉老师来给我们献唱，然后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同仁的母亲一起到我们的淡水地震事务所这边来，除了献给妈妈康乃馨之外，那我们请老师这边特别献唱他有名的一些歌曲给妈妈听，然后让妈妈欢度温馨的母亲节。地震事务所主任表示，过去在母亲节前都会准备许多的康乃馨花朵要送给员工还有他们的母亲，而今年想来点特别的活动，因此邀请到了李炳辉来到了服务中心献唱给在场的妈妈们，就连路过的洽公民众也可以坐下来欣赏这一场精美的表演。这次的活动除了妈妈来到我们地所之外，我们也介绍了我们同仁的环境办公的环境进给妈妈认识，然后让妈妈知道说，我们同仁在地震事务所这边工作，然后是做什么样的性质，然后工作环境如何，让妈妈可以了解，然后我们同仁工作的辛苦。地震事务所表示，这次活动不仅是让员工的妈妈来欣赏音乐表演，更带着妈妈来到地震事务所的办公场所，让他们了解子女的工作环境，进行导览解说。而现场也由子女送上康乃馨花朵给妈妈，并且表示对母亲的感谢，更让这场活动气氛更加温馨。记者许多英淡水采访报道。